刀光剑影。你选扎克，那我快乐风男霸气登场。我看那个牙鳞的风好像可以被我的墙挡下来。哇，忘记点那个啦，超量治疗啦。马上眼睛看到李欣，这个眼价值连城。呵呵。鬼男错人，而且风墙没挡到他的 Q。Nice 啊！他多一个助攻，但他掉三波兵。Nice， 哦，扎克好像很厉害。血海喽，这波看我第一时间没按到大。刀光剑影，他那个 Q 我没挡下来。大礼包，大礼包。这场牙膏好像还不错，一直以来都是保持着水平的，就等用上的这一刻。为什么有时候挡得下来，有时候挡不下来？好奇怪，角度问题。哇，他好稳啊，他没有第一时间移过来，我没挡下他的 Q 啊，啊，没想到他 Q 转这么快、啊，靠腰哦，什么意思？
李欣这样都没死，好屌！哇，被踢走啦！ 你，卡玛，怎么办？看飞来飞去，他怎么出水星血？他怎么出水星血？我们这把有什么 CC 是要水星血来解的？只有卡玛。 应该先丢个风墙的，就知道有李欣。漂亮，重击，我的阿卡丽，亚贝利奥，嘟嘟嘟。扎克怎么办？ 变肉块了，肉块站得起来吗？肉块站起来了，弹，他这个人是追不追的？不闪现，好生气。 看他好硬，怎么他这么硬？好奇怪，一个金能而已，怎么可能这么硬？好奇怪，绿色怪物有料，有料有料，看到扎克悬崖树果然是对的，信任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